每年暑假办理音乐营队的成功国中，今年很不一样，首度有长荣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参与开幕，趣味的出场演出赢得满堂喝彩。非常开心，今年有张荣发基金会的大力赞助哦，那我们可以扩大办理。那非常谢谢这么有力的基金会来支援我们。那除了呢整个全额的经费的赞助呢，更把他们旗下最有名最有名的长荣交响乐团，他们派出了铜管五重奏还有弦乐四重奏的乐手老师来跟孩子一起合作，还有一起合奏。然后从一开始的选曲讨论，然后练习到彩排，小朋友都超级兴奋的，因为可以跟大师级的乐手老师一起合作，他们都非常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机会。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成果发表会上，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专的爱乐同好者共聚一堂，长荣交响乐团由副首席林世新带队弦乐老师们与音乐营的学员们合奏《美女与野兽》《风中奇缘》两首迪士尼经典歌曲。曲子就学到很多，我觉得这次的夏令营很好玩，可以跟别人一起演奏。这次学到很多新的功法还有指法，让我的那个演奏更进步，然后很高兴跟很多大师一起演奏。成功国中校长欢迎喜爱音乐的孩子明年到成功国中音乐班，一起以乐会友，以友抚乐。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